屬雞嘅朋友嚟到老虎年咧，相對上係比較穩定啲，因為今年咧冇沖冇合啊，而且咧有大嘅貴人星照住，我哋有紫微星同埋龍德星。紫微同埋龍德係強而有力嘅貴人嚟噶，所以今年咧喺事業運上有長輩嘅幫忙，而喺財運方面咧，亦都有啲唔錯嘅人幫忙你噶。做生意嘅朋友咧，舊有嘅客户係非常之支持嘅。咁至於感情運上咧，我哋亦都可能有一啲長輩介紹俾我哋喎。今年咧相親係一個唔錯嘅方法嚟噶。唯一要小心咧，就係今年有暴敗星，暴敗係代表住三間窮五間富啊！有呢個星嘅話咧，投資嘅朋友一定要特別小心啲，見好就收；而做生意嘅朋友要積谷防饑喎。咁我哋今年咧係小心財運上嘅嘢。另外感情運上，由於有暴敗星，代表住喜樂比較大啊，喺感情運上唔係好穩定，記得坦誠相向啦。升到头条 app， 全新面貌已经登场。升级之选，谦恭都要靠佢啊！仲唔快啲 download？ 立即下载升到头条 app 啦！